老戏骨与小戏骨同台，歌手演员齐聚，男神与女神比美。来到尖叫之夜才知道什么叫不虚此行。范冰冰、杨幂、李宇春、赵丽颖、靳东、张杰、邓伦、华晨宇、冯小刚、徐帆、周笔畅、范伟。这么多明星大腕同台，看得小编我眼花缭乱，或帅气或仙气或性感，真是各有各的美啊。最美的当然是大幂幂杨幂了，金色长裙美得耀眼，还有娜扎又仙又美，这是要诠释什么是行走的一架子的节奏啊。这还是印象中的喜剧演员玛丽吗？身为黑色丝绒连体衣，美得不像话。都说美是要付出代价的，在冬天的室外走红毯，女明星们果然很拼呀，难怪大幂幂没说几句话就要急着进入内场呢。今天这一身太仙了，而且有很多的避风。仙的，今天这身不好看吗？又甜啊！太好看了，显得星光熠熠的。有钱本人，真的很冷，我真的。赶快走。相比女明星，男明星要幸福得多，至少在室外可以穿西装。范伟、吴刚、靳东、邓伦、华晨宇、王嘉尔、冯小刚。马上要做爸爸，张杰这幸福都写在脸上呢。